四月下旬的东海之滨，最早迎来晨曦的铁墩岛，也在等待一群特殊的客人。白衣胜雪，关羽似墨，这就是神秘的中华凤头燕鸥。目前全球仅存100余只，它们主要繁殖于中国东部岛屿。与混居的大凤头燕鸥不同，黑色的喙尖是它独有的标志，因此也被称为黑嘴端凤头燕鸥。海岛生存并不容易，除了要抵御台风袭扰，还要面对栖息海域过度捕捞及渔民滥捡鸟蛋带来的威胁。上世纪30年代后，他们便踪迹难觅，仅仅活在传闻之中，神话之鸟由此得名。2004年，科研人员在浙江象山的九山列岛意外发现了一个中华凤头燕鸥繁殖种群。消失60年之久的神话之鸟重现东海之滨。然而发现神鸟的岛屿，山壁如斧凿刀削，险峻的地势极易使鸟蛋滚落，让他们的繁衍难以为继。为了留住神话之鸟，科研人员找到了不远处的铁墩岛。这里地势平坦开阔，更利于招引和保护计划的展开。四月正是繁殖的季节，仿真燕鸥模型向阳而立，声呐播放出求偶信号，一切就绪，只待神鸟降临。数只中华凤头燕鸥混杂在成群的大凤头燕鸥之间，盘旋在小岛上空，求偶信号成功吸引了它们前来。几只大胆的燕鸥率先降落，踱步四顾，前方好像已有同伴的踪影。可他们似乎并没有那么热情。好在有更多的同伴纷至沓来。初来乍到的燕鸥们，有的勘察地形，熟悉环境，另一些已经迫不及待开始捕食，为接下来的日子积蓄能量。在此后的4个月里，他们将在此求偶、交配、繁育新的生命。神鸟已至，日将西眠。来日凌晨，铁墩岛将被燕鸥们唤醒，重新开启一段新的邂逅。